等下会不会自己掉上去，然后下不来？被发现。默默走到一边，继续他的活动。哦，好香哦！你都泡太多了、啊，那么多人呢、欸？哦，不是你干嘛都不喝了？哎呦，我喝。明明应该很好喝吧？不错喝啊，但是你说大好喝。你现在是喝冰块水而已。为什么？有猪的味道啊。刚上面我放冰块，你在从上面喝。那个香气是真实的，真的让人压抑。第一天开封的凤梨出来了。